那两个修仙之人一样。拦住冰块脸！哎，我要跟我爹报仇！小恶妖，受死吧！哎，等，你不要杀他，他不是恶妖，他是善妖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小捉妖，快走啊！我要跟我爹报仇！孽畜，说，为何多见？凤行，放开凤行，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今日死无葬身之地的，怕是你们。你站这等我。他们一个妖兽，一个剑仙，这是先打架，你怕我去干什么？咱们赶紧走。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。他救过我，我怎能不义？我要去帮忙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要会赶紧住手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别管我！住手！不要杀他！妖畜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你们休要伤害我妖！放心。天河，丽莎，你没事吧？